大家好，我是小胖。我爸妈在韩国农村买的二手房，现在已经装好了，带大家看看。这个是之前的柜子，我们已经提前搬上来了。然后这块厨房柜也装好了，看着咋样？是不是挺大气？嗯。这煤气灶，这柜子啥的门啥都挺多的。然后这卫生间都之前装好的。家具呢，简单的我们已经搬上来了，然后等会儿呢，我们准备上楼下把窗户卸下来，然后找个升降车把冰箱啥的抬上来，要不这个门进不来，冰箱太沉了，太大了。然后这个是衣柜，装完衣柜感觉太小了，是不？都那样呗。嗯，他这不是拉门的，但他应该整个拉门的，嗯，是不是？是。感觉屋子有点小啊。哎，两口子住足够了。这个房子大概差不多50平吧。走吧，下楼吧，把窗户卸下来。楼下的房子跟上面格局一模一样，有个小房间，两户卧室。还是装完的房子新呢，我妈在这收拾呢。这个冰箱是我们来韩国之后在大街上捡的，也用了5-6年了，是吧妈？现在不能要了，就拿一个泡菜冰箱上去，然后准备把这个窗户卸下来，然后来个升降车把这个冰箱运到上面，不要的冰箱放在下面，然后把上面的窗户还得打开呢。升降车啥时候来？我妈一会儿就来了。那我现在卸窗户了、嗯、升降车都来了，我窗户还没卸完呢。妈，那衣柜啥的就别要了，行不？衣柜什么的，这个都得扔。嗯，别要了，完了再拿下面。一个哈个、嗯，这个哈个它，你只能连起来的，一个哈个一个床哈。床，然后还有这个都得拿下面。嗯嗯。啊，그럼냉장고하나만올리고。嗯。냉장고이거두개다올리되저기가냉장고이거하나不用하는데이거거기에올려놔야이사람이또내리가이거냉장고싣고오는사람이사람이네저누가내릴거야내가하면돼요혼자네혼자내릴수있어아姐夫的아姐夫来姐夫马上就到了아한분就한명더와요嗯네혼자서저걸어떻게내려어왔나아好像来了아来了姐夫아这啥呀门锁呀不是草牌啊这是硬的你那么忙还来呀姐姐嗯这草牌你安吗啥牌啊？不是，我看那也。你要把这个，就一个。네。那你过去。네。你们出去过吧，兄弟。이번엔이거일로내주라고일로네일로네이렇게창문을해가지고바로네咱家那门太小了，那冰箱还得从这窗户进来。
搬家车走了。钱没拿呢。我搬家就到钱，人没了。那不可能不拿钱就走吧？等会儿还能来吧？干嘛？搬家的人呢？他那个什么了？他啊，当天一来路嘎达这么大的，赶紧老你。哎，我去给你买咖啡去了。那我不喝了。没买你的呀？没买我的就够高的。姐夫呢？楼上呢。给姐夫送咖啡。姐夫啊，喝杯咖啡。嗯。你遇见不忙吗？今天来货啥的，赶紧回去吧，整不整？凉快凉快，歇会儿。嗯，累。现在大件吧，咱们都搬上来了，然后剩小件呢，我跟我妈整理整理就行，也没什么东西了。然后姐夫，你整完这个就走吧。嗯。店里也忙。哎呀，这我家青天萝卜还有呢。